都放下来了，鞋子就在这儿，今天不醉不归啊。哎，林老师，不好意思，我们这里不让宠物进。宠物？他是我朋友，什么宠物？他是过来陪我喝酒聊天的。哎，坐，来看。你跟他聊天啊？对啊，他会说话呢。来，大家往这看一看啊！他今天要是能让这条狗说话的话，你们俩的酒我包了，想喝多少喝多少啊！不，大家的酒我都包了啊！大家坐正。好、你说的啊，别反悔啊！不反悔，来。好，行。张来凯，你告诉他，我今年的运势怎么样？听见没有？已经说了，旺。行，我再给你们来一个。来凯，告诉他们，我今天为什么来这儿喝酒？旺。我来这儿喝酒的目的就是想忘掉一切，旺。你当我傻的吗？行，我再给你们来个厉害一点的。来凯，告诉他们，湖南卫视最火的那个主持人姓什么？你们都不知道，来凯已经告诉你们了，汪汪涵。滚，滚远一点，我下次再也不来你这儿了。难不成是何炅？那你不早说啊你！走吧、那现在怎么办？现在怎么办？那只能泡澡啊！我掉毛，掉毛，我不掉毛吗？谁都掉毛。那好吧。喝了吗？你是？咻咻咻咻咻！短，陈翔六点半。